深更半夜，你怎么出得来的？我刚刚去了如意馆，知道这里张灯结彩，我就写了许多新的彩带。以前的那些道歉彩带，怎么能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呢？我又写了许多新的彩带。 我们来换掉这些旧的吧。人海茫茫，能相逢？难舍难分，多少柔情深深重？花海草原，携手策马流行踪？千言万语耳边，句句在飘送。 我猜你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，这挂绣球、绑彩带就是我们的事了。你们进屋去谈个清楚，我们在这继续努力。 写再多的彩带，也写不完我的心。如果真的要挂道歉彩带的话，恐怕挂到天涯海角都不够。但是，我还是要说一句：原谅我，一句不够，几千句、几万句都不够。但是，小燕子，原谅。 我没有怪你，这几天我看着所有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我没有怪你，真的。我这几天真难挨，一闭眼睛都是你。你不会因为我的无可奈何就抛下我吧，放弃我吧？我真的好吗？ 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怕过，我怕我会失去你。虽然我已经没有资格要求你留下，但是如果真的失去你，我不知道我自己会怎么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好害怕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过。 如果你结婚了，还会像以前一样来书房摘吗？还会跟我一起出宫去玩吗？还会天天陪着我吗？不会。我一想到这，我就头痛，心痛，胃疼，到处都痛。有好几次。 我都想，是我该离开皇宫的时候了。可是，我真的舍不得你。你想过？你不能想，你绝对不能想。我保证，我这一辈子都只有你一个。我请求你，为了我委屈一点。名分上，那个女人是父亲。 而你才配拥有完整的我，好吗？行吗？如果我等不到你的一句话，我怕我挨不到结婚大典那一天，我就会疯掉的。你这个伤。
怎么还没有好？你为什么变得这么瘦了？你都没有好好睡觉，没有好好吃饭，也没有好好休息吗？这正是我想问你的呀，你怎么先说了呢？你知道吗？你的下巴都尖了，连手指都瘦了，脸色又这么苍白。御膳房没给你准备你喜欢吃的吗？紫薇呢？紫薇没有好好照顾你吗？你别怪紫薇了。我把他们每个人都闹得没有办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为了逗我笑，带我去翠湖玩，每个人都大翻跟斗。尔康、班杰明、肖剑、麦尔丹，全部都大翻跟斗，真的好好笑。这件事情办完了，我也陪你去翠湖，我也给你翻跟头，翻几百下都可以。但是现在，你能不能给我一句话呢？答应我不离开我好吗？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对你的爱。就算是将来走到生命的尽头，我的心里都只有你一个，好吗？行了，原谅我不得不违背心意，做一个背心的孝子。相信我，我只是去配合扮演一个新郎的角色而已，我绝对不会和新入圆房的。可在我眼里，顶多是我额娘多出来的一个盆景罢了，我绝对不会多看他一眼的。这是我对你忠诚的保证，小燕子，不要怀疑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如烟如烟，我求求你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我求你，有气，我又投降了，我答应你。我也和紫薇还有尔康一样，就算石头烂了，我也不会离开你的。可是，你得答应我，再也不能出现第二颗杏仁莲蓉了。好，我保证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吃什么杏仁莲蓉了。小叶子，谢谢你的同情，谢谢你答应我，我保证。我一定会让你幸福。可是，我。